2020年9月25日，大角星人理事会品尝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马克·兔文。大家好，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正在感受人类的集体意识，以确定你们是否准备好进行更多的升级和激活。我们将你们视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伙伴，因为你们当中觉醒的人表现出处理大量能量和信息的能力，你们也是传播这些能量和信息的人。你们提升整个人类的意识是可以毫不费力的，在你冥想的时候，在你敞开心扉的时候，在你放松下来，让我们和其他和我们一样的存有来帮助你们提升意识的时候就可以做。我们知道现在在你们的世界里有很多人在等待外星人的飞船降落在你们的星球上，并希望他们来拯救人类。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人宁愿在一眨眼的时间里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愿长途跋涉前往应许之地。但当你回顾自己的旅程时，你会很高兴，因为外星人用更巧妙的方式帮助了你。当你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带来朝思暮想的真正改变的人时，当你知道正是你自己敞开心扉的能力导致了你们即将到来的巨变时，你会非常开心。我们也想告诉你，一个一个的巨变会令你更加满意，你会更加享受这些改变，因为你没有被吓倒。如果你不知所措，想象一下那些尚未觉醒的人会经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测量意识的温度，来看看所有觉醒的人对我们已经给予你们的东西完成得怎么样。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最终不是我们能决定你们什么时候收到。你们更高层面的自我才是真正的主宰者，我们只是一个传输系统，在我们开始玩这个宇宙游戏之前才建立了这个系统。我们邀请你们更加放松，敞开心扉，接受你们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将它们传播到更多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并授权你们去做你们最擅长的事情。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